身体很惨烈是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没有，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对，然后就醒过来说，哎，就像我说的，像我演唱会有些时候唱很多场之后，我先，哎，我在哪里先？要问候大家的时候，我都先想一下。哦，台北的朋友大家好，我在台北，别的讲错了，然后，我还好，就是虽然那个飞行跟旅行的过程很忙，但是我尽量把我的生理状况调在比较刚好的时候，像有些时候，演唱会会唱很晚，然后还有那个庆功宴，我就把生理时钟提前去调整，那所以有些时候还要赶早班飞机，就蛮辛苦的。齐哥，你那么忙，你身体有去做一些健康检查？有，我都有在做健康检查，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蛮幸运，我爸妈都很健康嘛。然后我觉得，这是留给我小孩最好的礼物，然后我才能够放心的去工作。所以我还蛮注意我的那个定期的健康检查。我还是有一些饮食上带来的，因为我都吃外食比较多。所以像我一些那个胆固醇啊，或者那些我都会注意。有红字的部分啊，健康检查。我最近其实都还蛮好的。我最惨的时候就是我吃很胖的那个拍跑马的时候，没有一样及格的。对啊，医生都很怕，他叫我去看好那个。什么？怎么叫你看好什么？看好位置。他说：“你这样下去，你把那个胃、那个糖、灵骨塔看好。”啊，他是开玩笑的，他是开玩笑的。我说，那其实就是在那个健康边缘，然后还好我的营养师啊，我的训练师都蛮注意的。他叫你看灵骨塔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吓到？我没有，就是我就看到他在笑嘛，因为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了，他就跟我讲，因为他们说这种像我的营养师把我的状况回报去给他美国大学的那个指导教授，他教授说这个人要自杀吗？对啊。他为什么反应？因为运动员有增磅的那个，像拳击啊、格斗，他有增磅的那个的动作。但是我是爆肥，所以那个时候，对，所以身体很糟糕。所以我大概这辈子应该没有办法再拼一次这种拍法了。齐哥，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才回到你觉得比较 OK 的状态啊？我那时候也拖了很久，是因为我不确定我到底还不要拍完它。那个时候拖了两年。然后就在那边上上下下也很痛苦，尤其是我演唱会也不能进行啊。我有一场在新加坡的演唱会，是我吃到最胖的时候，因为我答应了前一年答应的演唱会，然后我必须要去做，我把衣服全部重新买过。我那时候我是48号的 size， 我那时候买了54号，然后一上台唱完一首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假的，因为我还有胡子啊，我还有胡子跟那个头发是长的。然后我说：“哎，大家好，我是任贤齐。”然后全部人，哦，第一次我演唱会是这样的。跟他们是买票进场的吗？是他们以为是我暖场嘉宾呢。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有请九孔去当我的那个暖场的主持人，没有，因为他会帮我主持那个点歌。然后我记得九孔很想去环球影城。我就跟他去环球影城，我想说啊，怕被认出来，然后很尴尬的，就会发现完全没有人理我，然后甚至有人认出九孔，还拿手机给我，哎，那我们拍个照吧。我说，我本来想说，哦，现在这个样子不好意思，不要不要。其实他要我拿手机帮他跟九孔拍照，那我就，哦，好吧，现在我成功了，100点几，因为那时候剧组是说我突破100公斤，我们就开拍。那我就拼老命的吃，吃完才发现吃胖原来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100多公斤，所以那个时候演唱会我自己很尴尬，我自己哦，唱两首我就喘得要死，对啊。你的现在状态都很 OK 吧？不会就像你刚刚说的唱两首就喘得要死？还，我觉得我都还蛮 OK 的，因为我会把身体状况调整好。对，因为针对我的工作需要去做针对性的训练。齐哥，你那时候瘦下来有没有什么肥胖的后遗症？比如说皮会比较瘦？有，那时候有那个像水皮肥胖。对对对，肥胖纹。肥胖。然后啊，还要涂乳液啊、按摩啊，他一直问人家妊娠纹怎么消除了。
说演唱会在还债嘛，海外的部分。我其实比较幸运哦，之前我说的还债是把演唱会的那个场次给还掉，因为我大部分是疫情，我是巡回到一半，然后突然间疫情发生，然后所有的暂停跟场馆都被取消，然后我们定金也收不回来，我们宣传费啊跟砸下去的制作费都停了，然后后来就一直 hold 在那里，等到开放了之后，我们就赶快接上去，所以我刚好衔接上，疫情解除之后，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演唱会爆发的那个前期，然后我吃可能比较幸运的吃到了那个红利，然后也很幸运的我的歌可能刚好到一个衔接的阶段，因为听我歌长大的成长了，他们的经济能力都可以去买票，然后他们会把新生代的带上来，然后我的口碑啊，还有我的大家的那个都还蛮肯定的，所以我就有一些加强的动作。所以演唱会的票那个债还有多久？还有多少场没有还完？我大部分都已经走完了，就因为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原来已经规划好了，因为有些时候演唱会爆发，你才突然间再去，那时候要加入规划的时候，有些时候像我们场馆已经早就有接触了，我们知道哪些场馆的时间跟我们之前已经做过的一些宣传啊，一些采场，就是看场地什么事情都做过了，所以我很快的能够提上行程，所以我那时候应该在开放市场之后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吃到了这波红利。这样，奇哥，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去唱尾牙？啊，对，你最近接了几场？有超过100场？你是说尾牙？尾牙，对啊，这是第一场。那，因为我一直在忙我的演唱会，还有电影宣传，对啊。后面还有，后面好像还有，蛮幸运的啦，因为尾牙也蛮开心的，因为，不是，我之前有一场，但我不记得，那不是尾牙，是一个什么年会之类的，对。就像你自己是老板，你会给你员工最多几个月的那个年终嘛？因为大家都很好奇这件事啊。你不知道之前我们在抽奖吗？有100万奖品，觉得很惊讶。差不多100万，一包100啊，人民币，而且因为现在很少用现钞啊那边，所以突然间我看到一堆钱在那里，说干嘛拿这个用转账不就好了吗？他说拿到现金的感觉大家比较兴奋，其实不是全部是我出了，因为我们每一次演唱会我们都会有票房红利的那个奖金，一场大概20000块我们会存下来作为备用金，因为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预想不到的突然间的开支，但是我们也很幸运的一直累积，加上每个主办方因为票房好，他们会给我们一些那个回馈，然后我们就存，加上我的广告厂商的赞助，差不多100万。那这是你过往最大的奖吗？抽奖吗？对啊，因为你刚刚说100万人民币嘛，那抽奖是过往以来最多的。哎，对，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抽奖，但这次是比较直接了，就是现金都搬出来一样，对，人人有奖。对啊，我们都人人有奖，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奖有个基本的保底，对，反正是每个人都有抽，先抽到的就是最低的奖金，然后慢慢一直到最高是50000块人民币吧，最低是2000还是3000人民币？2000。为什么戏是他下次也想去？好，欢迎，欢迎，好，大家我们努力，因为这我的员工也蛮辛苦，因为知道前几年我们都没有什么年终跟红利嘛，我每年都会存钱，就做员工福利或是去做慈善公益。那前几年，大家都知道很，我们也没有裁员，没有减薪，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有点忐忑，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会有点压力。然后只是说刚好吧，我们就尽量我们多努力，让员工们。员工们能够照顾好家庭，他也能够全心帮我工作，为我付出嘛。那你工作这么忙，这么长时间不在家，过年是要发红包给老婆，这次会不会大包一点犒赏他一下？也会啊，所以我现在又要开始准备过年红包啊。那老婆的红包大概多少？让我们了解一下好吗？啊，这个不要讲啦，那不好意思，讲多了就骗人，讲少了又没面子。对啊，大概几位数？我还有很多员工，所以我一并把它算起来。打算拿多少红包钱？因为中港台我都有员工嘛，我每次，我真努力，我真的，每次包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哎呀，
好像还是要啊努力工作。会不会破百万啊？台币之类的？就员工再加老婆红包，一定有吧？一定有啊。对啊。你会有点心痛吗？为什么要心痛？因为大家都拿到的话都福气，多分享，然后多获得啊，对啊，因为他们也对我付出很多嘛，大家我的员工们呢，所以把他们照顾好，他们才能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全心去工作嘛。你觉得说晚上之前要回去就是老家的去陪爸妈嘛，对不对？前几天我帮爸妈拍那个。你不是有带他们去看那些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害羞的东西，有的没的。其实不是，刚好我回去，因为我有香港的工作人员跟我回去，他们都没去过我老家。我本来叫他们去跑马拉松的，我们田中马还蛮受欢迎，对不对？但是我刚好要回去看我爸妈，他说：“那我跟你回去。”我说：“好吧，因为如果没有什么节日啊，我们乡下比较安静嘛，没有跑马拉松，或是没有什么庙会。”就没想到我们的土地公在做生辰，然后我听叮咔怎么吵成这样，然后他们说：“哎，这干嘛？”我说：“啊，我们那个庙会。”他们说想去看，然后我说：“说不定有电子花车。”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电子花车，然后就说：“啊，那样。”然后就叫我去嘛。然后他说：“那要不带你爸去看？”我说：“嗯，带老人家去看，哎也好啊，就是去热闹嘛。”然后我小时候，因为我们那常常有庙会。真的会有一些比较清凉的表演，对。然后那时候很好笑，是我们小孩子都不敢太靠近，然后都只能远远在后面看嘛。然后我印象中很深刻的就是，我们都怕家里面的人去骂我们。然后我记得我同学突然跟我说：“哎，我爸在前面呢。”我一直记得这个画面，他爸在那边探头。然后我想说：“哎，我带我爸去看看，然后感觉好玩嘛。”就没想到我妈本来在忙家事的。他跑去找我们，突然间很尴尬这样。然后更尴尬的是那几个表演的妹妹看到我很开心，叫我上台。我没有上台，我不敢上台啊，也不好意思啦。那奇哥不是有去就是那个初恋那些冰点？啊，没有啦，那是开玩笑。因为小时候都会暗恋女生嘛，然后刚好经过，我说啊，那个是我小时候喜欢的女生。我也没有追过人家啊，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去拍，啊，我也很尴尬这样子。那后来你的初恋有看到吗？没有，我没有看到他。冰店老板娘是你的初恋？小时候喜欢他爸爸开的啦。你是喜欢冰店老板娘，还是冰店的老板的女儿？那是我小时候哎。那冰店的老板是我妈的同学，我喜欢老板娘就糟了。差点跟冰店女婿。对。每当都小时候也好玩的，我的那些香港的工作人员没去过我们乡下嘛。香港工作人员都住一下。没有，我们有一个小的那个文旅酒店是我朋友开的，我说让他们去住那里。对啊，我家哪住得下呀？对啊。你跟那里过年会待哪里？我过年应该在美国，我去那边演唱会。对，家人会一起去，因为我女儿在美国读书嘛，我想要顺便去看她这样。老婆一起过去？还不知道哎，因为那个我儿子他的那个放假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我现在我很头痛。所以其实过年可以收到几天？过年可以收到几天？收到什么？休息几天？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我最近演唱会大概进入一个开始为了北流准备的一个转型阶段，因为我就北流之后就是2.0版，我大概会稍微改变一下，然后重新构思一下我的歌怎么重新编啊，或是因为我可能接下来还会继续巡回嘛，然后有些人已经看过了。他还会想看，所以我想再给他们一点惊喜。我也不知道有些人看了很多遍呢，会不会我其实到处唱，然后底下都是同一批人啊？我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啊。很好啊，我就有人跟我说他看了20几遍，我说我20几遍，我不是唱一样的歌吗？这听不腻啊！我还想不同的笑话，我觉得好可怕啊。奇哥，你
那这次北流演唱会是有准备什么惊喜啊？我想说，我这次把舞美还有那个把我这个阶段的巡回在这边做一个很好的收官，然后再做一些新的转型。所以我因为北流也舞台我没去过，听看感觉上次去感觉蛮特别的，蛮近的，然后可以看得很清楚。上次有当嘉宾去？对，上次我去明先生的嘉宾，然后我就顺便看了场地，因为有些场地没去过的都很想去唱唱看。这个有机会台北会加场，如果卖得好，希望能加场哦。场不够，对呀。我也不晓得，是看看大家，希望多多支持了。那齐哥会找嘉宾吗？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想找一些没有合作过的。对。李先生，你现在好难，合作过了，不准来。没有，我想试试看，找一些没合作过的音乐人。交流了，我们梦幻的名单还没有想哎，对啊，男生女生都可以，都可以。对，我在想这个怎么样让大家有一些surprise， 跟有一些新的想法。当然，因为我之前演唱会很少请嘉宾，是因为我自己歌真的唱不完啊，而且有些演唱会现在都被时间限制，可能因为。有些时候顾虑到那个交通状况啊，还有就是可能我在内地的巡回演唱会，有些是新兴的一个那种演唱会区，所以他们要配合公交车、什么巴士、地铁的加班，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时间限制。演出的时候有想过找儿女一起上台这样？谁？儿子或女儿？没有我儿子不，我儿子虽然乐器都很会，他不想。所以有邀约过他吗？还是我有问他，因为他也看过我们朋友中间有很多我们的第二代已经有一些音乐的演出跟那个作品。我说你会想吗？他说他不想，但是他目前在学编曲，而且他已经卖了几首歌，我就很惊讶。就是有些美国的音乐人跟他买歌，我说哇塞，没想到。那你有哭吗？没有。感动吗？没有，因为他笛子跟鼓都很好，都已经到了快要到演奏级了。那鼓是到最高级的，他第八级还是什么的？没有帮他发配。对，没有想我说他中文很烂呢，因为他在国际学校都讲英文。对，我有跟他讲说要背一些诗词歌赋啊，他背吗？我常常拿杰伦的歌给他听，说你看方文山写的歌词多好啊，他有时候看不懂，说这是什么？我就跟他说，有些时候中文很多那个博大精深的，要他学好一点。但他拿到第一笔收入的时候，有没有对此有什么表示？买什么？他有请我吃一个三明治，因为他卖了100多块美金呢。哦，对。儿女目前没有新梦，对不对？儿女都有他们比较没有特别的想法，我就顺其自然的。那女儿在美国念书，你跟她维系感情？她念的是商业，对。我没有逼他们啦，因为不是不逼他们，就我没有去 push 他们，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除了你的天赋、努力、才华之外，还有那个抗压能力，还有就是机运吧。虽然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机会给他们，但是他们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因为观众跟听众的检视眼光可能会更严格。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顺其自然哦。你有没有心理准备好？有没有为他努力？你要接受你的有一天成功了会怎么样？没有成功会怎么样？所以我没有特别去 push 他们。还有要问的吗？齐哥最近有关心一下小常老师吗？哦，有啊。前阵子因为一些官司纠纷。哇，我们可能还是着重在自己演唱。对，还是问崇哥吧，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谢谢。过几天说不定我要麻烦大家了。什么？什么？什么意思？我们还会再回来啊。哦。回来怎么了吗？
电影宣传嘛。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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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我刚刚这样你们有很紧张吗？我怎么了？以为你要宣布什么大事？以为你要封麦？我还早吧？是请创作来宣传电影，可能是跟蠢蠢之类一起来的。我不知道，要可能看电影公司安排，因为我刚好要回来。嗯。然后因为那隔天我又要飞回去，因为香港的首映嘛。对啊。我是回来看爸爸妈妈，然后他们知道我一回来。还有，然后就顺便叫我做宣传，谢谢谢谢，一起拍个照，好啊。